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说，你们有祸了，经师和法利塞人，假善人啊，因为你们连薄荷、茴香和士罗都献上十分之一，却忽略了法律上更重要的公义、怜悯和忠信，这些是你们该做的，虽然其他的也不可疏忽。盲眼的响道，你们把水过滤，免得吞下蚊虫，却吞下了骆驼。你们有祸了，经师和法利塞人，假善人啊，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满了抢夺和放荡。盲眼的法利塞人啊，先洗净杯子的里面，才会使外面也洁净。上主的话。